一路谂住神咧点样爱我哋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嗱，嗰啲歌词如果你识咧，你系可以黑埋眼都得噶。咁啊，点解黑埋眼呢？就系、是、黑埋眼咧，个心向住耶稣，谂住耶稣喺我哋前面。有啲人话耶稣边喺前面啊？因为圣经讲佢喺我哋前后环绕我，按守我哋身上，常喺耶稣里面，佢都常喺我哋里面嘅，所以佢一定喺我哋中间嘅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耶稣好爱我哋嘅。主耶稣爱我。有些不开心，有些被人的伤害，耶稣现在在这里祝福我们，爱着我们。你就是耶稣啊，你真的好，求你来到医治我的心灵，将我的重担拿走了，我的烦恼拿走了，安慰我的心灵，陪住我。在这个时候你唱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会安慰，得到医治。我会转一转的歌词的，主耶稣爱我，我用下一个咧安慰我，同样的音调嘅啫。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有圣灵告诉我。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有圣灵告诉我。我用一个字咧，可能有啲人唔知好惯喎吓。主耶稣锡锡我，你话哇系咪咁严重啊？但耶稣真系爱得我哋好紧要嘅，佢因我哋欢欣喜乐，默然爱我哋，且因我哋喜乐而欢呼。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，大家试下唱，你而家谂住耶稣锡锡我，主耶稣锡锡我，主耶稣锡锡我。我哋一齐时时祝福我哋，我哋亲近佢，佢必然亲近我哋，并且祝福耶稣去嘅地方，佢就多结果子；耶稣去嘅地方就有平安；耶稣去嘅地方，劳苦重担就攞走啦。所以我哋可以平稳安静喺神里面。我的心平稳安静。不曾听过爱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
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你现在就好像变成做个 BB 好不好？做个 BB 给耶稣安慰你，你就给耶稣在这里爱下你好不好？我每晚都会爱下我太太的，因为觉得被爱，我去宣教我都传信息，我都打电话给他，我爱下你，你试试给耶稣爱下你。你温暖心，好像经过爱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你温暖心。你在我前头，你在我前。他挽留我，挽手在我身上，你为愿意背负是我，我感谢你，我很受你享受神啊。而家神喺你前后环绕你啊！可能有啲人喺度敬拜咧，你觉得好平安、好舒服，就系神嚟到安慰你，你就接受耶稣嘅安慰，接受耶稣嘅医治，将重担攞走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挽手在我。背负是我，我感谢你，我很受你。多谢耶稣，你对耶稣讲啊，多谢你啊，我多谢你，我欢喜你，我感谢你，我欣赏你，我中意你，好中意神神啊，我中意你，我欢喜你，有神万。神一定祝福的，圣经讲到呢，当我们亲近祂的时候，祂就叫我们多结果子，祂一定祝福的。我们爱祂呢，神就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。这阵呢，你就试下全心爱神，跟着这首诗歌，耶稣我好爱你啊。耶稣，赞美和敬拜，我们的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
耶稣有你真好啊，有耶稣真好啊，有耶稣就平稳安静，有耶稣就喜乐，有耶稣就得医治，有耶稣就更新，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好，希望大家享受耶稣。我有这喜乐，我有这喜乐，希望大家开心，亦都可以拍掌啊！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比世界所赐，比世界所绝配，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，主耶稣赐给我。我有这喜乐，哈哈！主耶稣赐给我，比世界所赐，比世界所能夺去。哈利路亚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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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耶稣啊，你真好，耶稣你真好，你跟耶稣说有你真好啊，我欢喜你，我感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需要你啊，耶稣我需要你，我没有你不行啊，我没有你就有很多烦恼啊，我没有你就没有永生啊，我有你就什么都有了，我就有平安喜乐，有力量，有丰盛的生命，我不再一样，我不再浪费我生命，我的生命就去到更高的层次，可以祝福很多人，得蒙你的喜悦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。